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hyperlink， 那我们就完成这一题部分。那最后其实哦，应该也差不多啦，不过还要把它删掉。那怎么删哦？其实这边特别重要，这个是三文字，三文字比较简单，有没有 ？Sales 点 clear contents， 但是如果你要删掉里面的图哦，其实我找很久，因为为什么你要点它，点它，点它按 delete， 点它按。 如果在那个 Excel 里面哦，干脆就直接用个 for each。什么叫 for each 哦？就是在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每一个的意思，每一个什么呢？每一个只要是图形方面的物件都帮我找到的意思。不然的话，我就认为我要每一个每一个去找它太麻烦，我干脆每一个都删掉。所以我就找到之后呢，帮我把那一个假设它找到应该是这一个。 就先变成一个 SW 的物件，然后点 delete 就把它删掉 ，OK 哈，所以执行完之后里面的东西就全部都删除掉了 ，OK 哈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今天的话呢，最后一次上课了，所以我大概就把那个八个单元哈，全部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哈，帮各位做个说明啊，其实。 这个回去的话有时间哈，你们还是一样哦，把这些东西再做复习。那我有把这个完整的影片部分哦放在这个论坛里面，所以回去可以再看看过。另外的话呢，相关刚刚的程式码哈，云端上也有哈，所以细节部分请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。那如果说